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墨，今天来拍杂志，是一个比较汉唐风格的一个，是个温泉馆。是不是很长啊？很好看，这个墙上有很多，这个叫什么植物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它是会爬满整个这种墙。哇塞，现在好冷啊，已经是晚上了，所以这个温度下降了，感觉比刚才要冷，虽然穿的衣服也差不多，现在真的好冷啊，哦，是冰块，现在是冰块，好漂亮啊这个。看不到我了，天啊，你看这天已经黑到，哇，真的，今天拍照片是我所有拍的杂志里面最冷的一天，而且我好像是第一次在晚上拍照片，所以还是蛮新奇的一个体验。